白色衫嘅就系诺域治，喺荧光幕嘅左手边。麦威廉一线咧，又俾文咸攞到个波。麦佳、麦道维，咁麦道维咧喺英国23岁20千年军，一个长传落嚟，泰莱心口一控之下咧，又俾李桂雄咧攞翻个波。呢个不止啊！一失脚之下咧，立神攞到个波，传传翻出嚟。三分钟，这个波可以讲的是李桂雄第一次失误，给回来的时候呢，给得到后不到不二呢，这个安德顺亦都是太高多一张，就是老定一阵，而给呢这个立神偷到个波啦，给回中间出来，给这个10号的文盲呢，是石家。芬纳，左脚王，过了黎明富，给回中路右脚，没办法，要调回左脚才行，即是右脚呢有些少生虫了。麦道维，打翻出嚟有冇机会？漏晒，全部漏晒之后咧，你掹我掹，足之嚟由秀文咸攞翻个波，再将波夹埋里面，黄金波好嘢，将我一脚踢出底线。呢、这个波咧，如果黄金波唔醒目嘅话咧，吞后去托个波咧，呢、这个波咧俾佢甩入噶。张子岱咧，而家指挥佢自己啲队员咧，系点样去布阵？曾庭辉俾呢个波俾得好靓啊！黎明富出击，斩埋你，好有机会啊！呢个汉斯贝利咧，波咧系扑出底线。保罗华俾咗第一个角球，吴国雄将个波内弯球斩落嚟，咁可惜又俾波出射板柱。哇！呢、这个波醒目啊！方特解围嘅时候，个波接咗落去黎明富脚下。后不着地凌空收成，大家再睇咧，呢个波好靓啊！方达顶前，黎明夫后不着地就半窝你射弹未？呢个波如果射低啲咁多咧，我相信放天贝利咧投晒行噶啦。霍老夫、邓斯去行佢，霍老夫攞翻个波自己去啊！左脚1-1，哎，呢个波咧！霍老夫射得靓啦！上半场36分钟，霍老夫啊，一就上佢只左脚嘅话，推进啊，起脚就射，呢可以讲得个汉斯贝利啦，系太大意啦，俾佢一射咧，系射入网1-1，追成平手啦。上半场45分钟结束，双方咧系1-1啦，系打成平手啦。麦道维斩入禁区，有机会，哎呀，我都行一步，三到只脚尽晒，紧紧波到个波。冇乜力之下咧，黄金锋咧将佢收到。呢啲咧就系咧莫域治嘅后备球员嘅位置。胡国雄、曾庭辉，呢个中路好靓。再一弹有机会啦！一大打到海斯贝利，再射弹到，一射不完全。再射嘅时候，胡国雄一射呢个波咧系射得出嘅。呢个波咧莫域治唔得咧，认真系有运啊！射三球波啊，都弹中啊！龙门汉斯贝利或者系俾呢个汉斯贝利啦，搞翻出啊！第一个波，余国森一射龙门铲出，胡光射又铲出，芬尼再射又俾佢拍到，胡光一射出界。高宝斩呢个波好靓，文咸孤岛起翻出嚟先。立神泰来已经在龙门口布住了，泰来一支入到2-1，是啊，这个泰来和立神已经在龙门口布多好久了。足之后这个芬纳左脚黄金的波传出远处，泰来冲到一整入网2-1。下半场38分钟，好了，球证长街一吹，90分钟的比赛已经是结束。保罗华喺1-2咧，系输咗俾英国嘅诺域治噶。咁但系咧，今日出赛嘅球员啊，已经系尽咗佢哋最大嘅努力噶啦。咁虽然咧系输咗波，咁但系每一个球员啊，都有翻2000蚊嘅奖金啦。